我看现在几点了？哎呀，我走吧，5:46了啊！我回去还有点事情呢，然后我得赶紧回家，等一会儿也不都完了。我手，我弄车搁那边停着了，我开着1万块钱送过去。你送咱走啊？嗯，我给你一会儿送到小区呗。走，那你走，那你开车去。我开着，您。啊，好，那你去开，我来吧。你买好车票吗？嗯，买好了。呀，真是就匆忙，过来2天都要走。是呀，过来办件事，然后我说过来看看你。哎呀。你要是搁这多好，搁这万一有人玩了，我天天都没人玩。呀，没事，等会儿要是有朋友，我得回来看你，是不是？你有孩子，然后也出不去门，我只能来看你了。是，等我有时间，我就回来看你。哎，小雷这个小孩还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然后就是长得吧，都不是很高，但也不白，长得挺黑的，黑黝黝的那种。嗯，看那小孩性格挺好的吧？你对他性格好几个月，确实对我也挺好的，挺上心的。是呀，嗯，别人只要找到一个对你好的都可以了。啥长得好看不好看的？其实像我这，哎呀，我都也不跟那石头起的是吧？就跟小闺女一样，非要找长得帅的是不？是。咱找的都是找踏踏实实能过日子的。对对对。只要他对我好就行。知道疼你都可以，嗯，只要对我好就行，嗯，是，嗯，哎，要是说出你的性格，嗯，我都没给人发脾气，嗯，你让这个孩子相信我，这长得不知道好吧，咱也可以，我没给他发脾气，嗯，这样性格好了不行，好了勉强处，处了几个月了，估计了解的差不多了，嗯，处了几个月，他。给我发过一回脾气，对，发过一次脾气。嗯，你说啥呀？你知道有啥不？有他教我学开车的，啊，然后我一下子猛一下子刹车，然后把车跟了一下，然后就坏了吗？没坏，都是猛一下我一停，一松一下我。呀，那正常啊。然后他给我记了。也可能是怕你出事儿，然后记了。嗯。哎，没事，这属于正常，然后人心理反应嘛，他还怕你出点啥事。嗯，说完就行了。嗯。你怎么行了呀？是不是也要送送我呀？知道我走了是不是？小王子要送送啊？是不是啊？你怎么听见说我要走啊？啊，就抱吧。来。哎呀！送送我说。明明刚才就不如意。小蚊子，小蚊子，我给他穿上鞋，一会儿走，给送你俩。啊哈！不走不走，妈妈不走哈，妈妈不走不走不走，你看你下来，你以为我走了呀？妈妈不走，你下来，把你送到那个大车上，走。快开回来了吧？嗯，你收拾收拾，把那饼干拿走。啊，不用，都不拿了，光挎着包就行了。然后你说你搁车上吃？没事，你留着你吃就行了。坐车坐的时间长，我怕你搁车上饿，你拿不没事，我不饿，我吃的挺饱的。我没人吃，我不吃，嗯。真不要真不要。啊，我也不愿意吃。嗯，放着你自己吃吧。给小雷发个信息，看看到楼上了没？你到楼下了没，小雷？到楼下了没？等下次回来再来找你吧。走，来看你。小丸子还不会喊镜子呢，而且这个镜子比较绕嘴。嗯，等我下次回来，估计都会喊了。是吧？应该会喊妈妈了。啊，都会喊妈妈了。嗯。
正过了好多呀，比上一次。到楼下了。啊，中。咱下去吧。那就走吧。嗯。嗯。